是非常紧张，而且不但紧张，评论员说我讲话的时候很刺耳，挺不甘愿的。真的，到了第三个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口才班嘛，第三天就来作业三，我得了最佳背稿。我回到那个课室，就是我们的卧室啊，不是卧室，就是那个培训班啊，对。那我看到就是他的地方，我住在那旁，我们还记得以前的那个班吗？是。我从那里开始啊，我就把它拍下来。为什么我要拍下来呢？因为那在里面还在发图呢。第一个作业他说是啊，第三个作业给我最佳背稿。现在呢，我回家，我走路回家，我一定要得奖，我就参加了比赛。其实啊，你们都是很厉害，厉害做什么呢？说服我参加讲演会的比赛啦，参加这个啦，参加那个啦，都是骗人。真的，你我参加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呢。跟我培训一起出来的都没有参加。我进来，宝玉呢，小川这样呢，都不在。我面对的是他，我就是他。结果我得了什么？是他喝的呀！我的亚军。哦。为什么就是骗人呢？因为我还要参加 S 分区呀。这样，我慢慢的提升，这是我第一次突破的时间。大家都要找这个机会去突破吧。不只是在背稿比赛，也可以在领导上。今天我很感动，因为我这个提升，我站在这里成为你们的会长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人才还是什么，是因为你们都是经营才华的华资培方，已经在这里成立了15年，是吗？17年了，我的女儿是16岁了。这是你们是一个已经成立了一个强壮的地基嘛？因为有你才有我。2015年5月8日是我丈夫的生日啊，我没有陪他呢。
一个是我先给你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是一家人，对吗？还什么语啦？语言都是我属于我们可以利用的。明天可能我会讲广东话，也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生人的资格可以用到。那这里面在这里一个家人一个家庭，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？就感受到大家的支持。比如说现在我回家，我会回到哪里？回到 我自己的家了，就是家。我这里还有一个家庭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哥哥也来了，我的姐姐也来了，你们都来了。以后啊，还有这位先生，他是董博士，也是将来成为我们一家人。不等于一个消息我要发给你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发言，成为就是你们的会长。今天我收到我们第一位的加入讲演会，Well, that was a small talk by my sister to speak to you guys again. Bye.